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汝今思问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布施累劫、诸天人民、鸢飞软动之类，功德百千万倍。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灵，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。下面先来解释一下有关词语。哀悯是慈悲怜悯，利要是利益众生，给予快乐。微妙之意，指念佛往生不退，平等成佛的这个法门，也就是指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一天下是指四天下之一。佛经上说，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，为一日月所共照，所以称为四天下。一天下就是四大洲的一个洲。累劫，累积的时间很长。鸢飞软动，鸢是小飞虫，软是小爬虫。寒灵，含有灵性的众生，度脱，究竟圆满的解脱叫度脱。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答复阿难尊者的祈请。经文的开端，世尊先赞叹阿难请经的功德不可思议，这里有很深的意趣，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我们看经的原文，第一句：善哉善哉，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问得太好了，问得太好了。佛连说两句，连说两个善哉，这里面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是乘机，就是说时节因缘到了，这一问问得非常好，这个因缘呢非常难得，所以不同于49年其他的法会，是众生成佛的机缘到了，佛要教给我们当生成佛的法门。这个比华严和法华还要殊胜，是真正的无比殊胜。这是第一个善哉。第二个善哉是忏佛本怀。佛度众生，目的就是希望众生赶快成佛。佛绝对不愿意看到你成阿罗汉，也不愿意看到你成菩萨，那不是佛真正的意思。佛真正的意思是希望你快快成佛。成佛的法门只有这一门。华严经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才能成佛。由此可知，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决定不能一生成佛。特别是在华严会上，我们看到文殊菩萨、
普贤菩萨，这是两位在大乘佛法里普遍被大家尊敬的两位等觉菩萨，他们尚且发愿求生净土，为什么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理由，他们就没有必要求生西方。这就显示念佛法门的殊胜。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，一生成佛，这还不是最殊胜的，最最殊胜的是一生平等成佛，这就超过华严。华严一生成佛不平等，不是法身大士就没有资格。这部经说的是平等成佛的法门，所以远在华严法华之上，它不仅是净宗的第一经，真正是如来49年所说的第一经，所以佛赞叹善哉善哉。接着就说一下请经的功德，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，这种功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到。就是说什么呢？请佛讲经的功德，如果世尊不直接在这里给我们说出来，我们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，有这么大的功德。看这一句经文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这一句是说什么呢？说众生在六道里轮回，太苦太苦了。六道轮回之苦，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能体会得到。人生苦，三恶道更苦。人生短暂，就像石火电光，像闪电一样，一刹那就过去了。可是这个有几个人在一生中就能够觉悟？真正的觉悟，看清楚人生在世一无所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你以为你所得到的，那真的是迷惑颠倒，实在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人生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，有几个人觉悟？这一点还不是真正可怕，可怕的是三途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凄苦无比，时间很长，堕落到三途很容易，出来不容易，太难太难了。佛在《大小乘经典》里说得很详细，只有这部经教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实的利益。其他一切经不是不好，是我们一生做不到，一生修学不能成就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你非常认真用功精进的修学，也不过是能够得人天两道而已，没有办法超越轮回。必须超越轮回才是真正的利益，真实的功德。所以今天阿难问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法门，那真是利要诸众生故。这个利要跟其他经上讲利要意思有浅深的差别，这是真实的利益，是永恒的快乐，是究竟的离苦得乐。
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，这真是慈悲之极，智慧之极，不是真正的慈悲，真实的智慧是问不出来的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这个问题问的水平太高了，这是赞叹阿难能问。这是佛对阿难的第一个赞叹，赞叹阿难能够提出这个问题。阿难尊者是以大智慧、大慈悲怜悯一切众生来向佛请示这个法门的。下面一句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这一句是佛赞叹阿难所问的功德，前面是赞叹阿难能问，这一句是赞叹阿难提出这个问题的功德。对上是供养，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是正果的圣人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真正遇到辟支佛，你能供养他一钵饭，能得多生多劫不贫穷的果报。经上说，迦摄尊者在无量劫之前就曾经供养过一位辟支佛，因此他得到了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。听一听这个例子多么殊胜，供养一位辟支佛得到了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。阿难问佛这个法门，他的功德有得到，比较一下，在佛经里说，胜过供养多少阿罗汉辟支佛呢？答案是一天下。你看，供养一位辟支佛得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，而阿难提出这个问题，问到了这个法门，他的功德有多大呢？胜于供养多少阿罗汉辟支佛呢？答案是一天下，那就不是一位辟支佛了，是一天下的阿罗汉辟支佛。那下面我们再说说一天下究竟是多少。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须弥山的四方就叫四天下，一天下就是一方，一方太大太大。太阳系在须弥山的南方，所以叫南洲。这一方不止一个太阳系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告诉我们，从前他以为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大概是银河系，单位世界大概是我们的太阳系。现在想想不对，单位世界比太阳系还要大，可能就是一个银河系。大千世界就有100亿个银河系，宇宙之大真是无量无边。假使一天下的众生都证得阿罗汉辟支佛的佛果，而你同时供养这么多圣人，所得的福报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计算。你说阿难提出这一个问题，他该有多大的果报？下一句是布施累劫，这个布施累劫告诉我们，不只是布施一天，而是布施累劫。这个累劫呢，是表示时间之长。布施的对象是诸天人民、鸢飞软凳之类，
啊，前面是布施的时间，后面是布施的对象。那累劫布施六道众生，这个福德该有多大呢？阿难今天发问的功德，超过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超过累劫布施六道众生，超过百千万倍。这是请法这一问，就问出了这么大的功德。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亲自为我们说明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出有这么大的功德。请诸位同修要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，它的含义很深。我们今天读诵这部经典，把这部经典介绍给别人，这个功德也和阿难请法的功德一样大，你能想得到吗？这是真实真相。我们想修功德，到哪里去修？有什么能力去修功德？看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就会了。这是世出世间的第一福田。何以故？这是一句问话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问，就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下一句经文回答这个问题：当来诸天人民，一切寒灵，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。这就是答案。为什么这么一问，问出了这么大的功德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上面几句经文就是答案。当来就是将来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起，所有听众都在内，也包括我们在内，都是当来诸天人民。你不要把自己圈在圈外，我们都在这个圈内。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所有听众都在内，包括我们在内，都是当来诸天人民，所以有我们的份儿。一切寒灵，包括六道众生，一切众生都因信愿持名念佛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退成佛，这才是真正的度脱。上面这段经文很重要，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一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，给大家归纳一下。于是世尊赞叹阿难说：你问得太好了，问得太好了。你为了悲悯利要一切众生，而能问出这部一生平等成佛的微妙法，你今天这一问的功德，超过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，也超过累劫布施六道众生百千万倍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将来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，都因为你阿难这一问而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。这是以上是答的第一个善哉啊。为什么善哉？这一段经文回答了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阿难问的乘机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，所以初兴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盟，会以真实之力，难直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汝今所问多所饶益。
看下面的词汇，无尽大悲是无穷无尽的大慈悲心，今哀三界就是怜悯三界的一切众生，初心就是出现，光产是光大产扬，道教这里这个道是指成佛之道，欲整群盟，整是整计，群盟是一切众生，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意思。会以真实之力，会是恩赐，真实之力，真实的利益就是念佛往生，不退成佛，这是真实的利益。幽昙花是一种花，此花一开就有佛出世。饶益，丰饶的利益。这一段经文是回答第二个善哉，第二个善哉的意思是唱佛本怀。佛为什么先要说出他是慈悲之极，目的是教我们起信，真正能信佛，信佛的智慧，信佛的慈悲，信佛的德能，只有信佛，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我们才会接受。假如你不相信，佛虽然开出了平等成佛的法门，你也当面错过，不得受用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和我们现实情况对一下号，这几年社会上佛门里刮风不断，有一些多年修学无量寿经的老同修被风刮跑了，改修别的法门去了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他们手里本来拿的是一块金砖，别人拿一块砖头给他，他就把金砖扔掉了，就要这块砖头了。你说多么可惜，他扔掉的不是金砖，是扔掉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成佛的机缘，可惜在这里。如果这些同学们能够听到我今天讲的内容，听明白了，能够回头，那还为时不晚。佛在这里首先表明自己出世的本怀，佛的恩德超过父母，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，佛对我们的恩德是生生世世永无止境的，一直到我们成佛。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真实之力，这个真实之力是什么？就是平等成佛的方法。他要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，故在此表明无尽大悲今哀三界，佛慈悲到了极处才出现在世间弘法利生。下一句经文，光产道教，这是佛的教学，佛把成佛之道教给我们，目的是教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才是真正的会以真实之力，这是给一切众生最最真实的利益。最真实的利益就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教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往生不退成佛的大道。佛在教我们大道，什么样的大道？成佛的大道，而且是往生不退成佛的大道。
下一句经文，难值难见，这是说很难遇到，很难看见。这就是经上常常讲的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佛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大家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每天都在打妄念，这些个妄念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善念多你去三善道，恶念多你去三恶道。五戒十善守好了，你生善道；贪嗔痴慢多，那你就生三恶道。贪做恶鬼，嗔堕地狱，痴做畜生，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。现在的人什么样人多？愚痴的人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邪和正分不清楚，你说那不是愚痴是什么？把邪法当作正法，把正法当作邪法，这是堕畜生道的业因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到底是哪一道的业因多，我们就知道佛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我们掂量掂量自己，你造的业因哪一道多，那你将来就一定去哪一道。就说得道人身吧，我们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口，70亿人口呢，信仰佛教的有7亿人左右。几个人能闻到佛法？闻到佛法的人中，有几个人能闻到大乘佛法？在闻到大乘佛法的人当中，有几个人能闻到净土法门？在闻到净土法门的人中，又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净土法门？在相信净土法门的人中，又有几个人认真修行这个法门？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淘汰，淘汰到最后剩下的没几个。你这才能体会到佛所说的佛法难闻，难值难见，你才能体会到佛说的是真话。听到这里，有的同修可能产生了疑惑，说7亿人信仰佛教的人中，这样一层一层的淘汰，剩下的没几个了，那我肯定没有什么希望了，没希望，那我还修什么？错了，你这个认识错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忘了，这个法门是难信易行之法，这个知道吧？难信易行之法，是佛为末法众生开启的一个平等成佛的法门。我再说一句，这句话是佛为末法众生开启的一个一生平等成佛的法门，不单是一生成佛，而且是平等成佛。只要你具足了信、愿、行三资粮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。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，关键是在修字上。你是不是修这个法门？你是不是真修这个法门？如果你是真修这个法门，你就真的这一生就决定去做佛。下两句经文是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。幽昙花这种花开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常说昙花一现，这种花世间也很少见。
佛在这部经里告诉我们，法藏比丘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，他就是用六字洪名使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这六字洪名就是真实之力，这实在是太稀有了。这一段话很重要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凭什么能够使众生一生平等成佛，就靠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太稀有太稀有了，所以才难信。下两句经文，汝今所问多所饶益。阿难这次这么一问，就问出了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这部经对九法界众生会以真实之力，九法界众生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只要具足信愿行，就是你信愿持名，就能平等往生，平等成佛。这个法门多么稀有，这个法门的利益之大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可能上午我讲了，大家有的还不完全相信，说一个是等觉菩萨，一个是地狱众生，他们两个怎么能在一生中平等成佛呢？恰恰这个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里，九法界众生都能一生平等成佛。佛唯恐我们对这个法门还有疑惑，唯恐我们遇到这部经这个法门信心还生不起来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在小本阿弥陀经里有这样一句话，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我们今天见到了，遇到了，因缘具足了，但是善根福德是不是具足呢？我们每个人都衡量一下自己，什么是善根？善根是真正相信，真正理解，这叫善根。你对这部经这个法门是不是真正相信，是不是真正理解？再说说什么是福德。福德就是对于娑婆世界真的放下了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心希求，这才是真正的善根福德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能生欢喜心，能依教奉行，应该感到庆幸。我们过去生中的善根不可思议，就是说你遇到了这部经，遇到了这个法门，你能欢喜，能够依教奉行，说明你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不可思议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说阿舍王子与五百位大长者，他们过去生中是住菩萨道的，无数劫以来供养400亿佛，善根还不够。大家想想，阿舍王子和500位大长者，他们过去无数劫来是住菩萨道，供养了400亿佛，这个数字可是不小。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善根还不够，表现在哪儿呢？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介绍这个法门，他们还没有发心求生净土，只是发个什么心呢？说我将来成佛，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
他们发的是这个心，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。由此可知，住菩萨道，供养400亿佛的善根都不够。我们今天接触到这部经，能信、发愿、受持，可见我们过去生中的善根超过阿舍王子。如果我们没超过，我们不可能相信。所以能相信这个法门，真的是阿弥陀经所讲的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过去生中的善根现行，现在十方诸佛如来冥冥中的加持，你才能信、能愿、能行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这一段经文很重要，这一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再做一下归纳和总结。上面经文佛告诉阿难说，如来以无尽的大慈悲心怜悯三界一切众生，所以出现在世间，为了推广至善圆满的佛陀教育，目的是为了拯救六道众生，给予众生幸福、美满、健康、长寿、自在、快乐、真实的利益。佛教我们受持一句佛号，一生成佛的大事因缘，实在是难值难见，像幽昙花一样稀有出现。你今天所问，是给众生带来最丰饶的利益。这就是上一段经文的概括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七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一劫，身积诸根，无有增减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慧究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看下面的有关词汇。正觉是真正的觉悟，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相。难量，难以测量。无量一劫形容极长的时间。无有增减是不生不灭。定慧是禅定智慧。究畅无极，究竟通畅，无有障碍，叫究畅无极。下面看这几句经文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七智难量，无有障碍。这四句经文里的后面三句是指佛的大智啊，就是指佛的大智慧。这个呢，这三句是谁说的？是佛自己说的。佛自己赞叹自己，为什么？这个我们感到很惊讶啊！再说一遍，如来正觉七智难量，无有障碍。这三句是指佛的大智慧，是佛自己说出来的，是佛自己赞叹自己。我们可能想，那佛怎么能赞叹自己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佛不赞叹自己，不知道
众生不知道怎样赞叹，就是谁也赞叹不出来，这话只有佛自己来说，如果他不说谁都不知道，就不能起到教化众生的那个作用，所以佛只好自己赞叹自己。他赞叹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希望我们觉悟，佛有真实的智慧，佛有无量的智慧，我们要相信他。下几句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一劫，深积诸根，无有增减。这四句是赞叹佛的德能。佛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的能力是太大太多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这是别人做不到的。你比如说念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形容时间极其短暂。住无量一劫是说时间很长很长。这一句呢是念劫圆融。为什么说念劫圆融呢？换一句话说，佛在时间上得大自在了，不受时间长短的限制。他要时间长，时间就长，他要时间短，时间就短，能随自己的意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小时化作一分钟，也没有办法把一分钟化作24小时。记得我曾经跟同学们说过，我说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呢？为什么不是48小时呢？他们问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说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。看到这一段经文，我恍然大悟，这样的事情对佛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要把24小时变成48小时，那太容易太容易了。佛能把无量劫能缩成一念，也能把一念扩展为无量劫，已经突破了时间的障碍，真是在时间上佛得大自在了，这是我们凡夫所不能比的，想都想不到。深积诸根，无有增减。这两句经文的意思是，身是总相，指身体，根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。无有增减，就是不生不灭，超越时空。这两句是说的佛智、佛德。下一句，所以者何？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德能呢？如来定慧究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这是四句经文，前两句经文是因，后两句经文是果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是定慧究畅无极，果是于一切法得大自在。我们今天在生死轮回迷惑颠倒，造作罪业，受尽了苦报，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？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定慧。佛法的中心就是戒定慧，戒是手段，定是枢纽，慧是目的，我们缺少的是戒定慧。如来的定慧达到了极处，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究畅无极嘛。
超过等觉菩萨，于一切法都得自在，而且是得的无比殊胜的大自在。阿罗汉的自在比不上辟支佛，辟支佛的自在比不上菩萨，菩萨的自在比不上佛，所以佛的自在是最胜自在。华严经上为我们略说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自在，这十种自在是九法界众生所向往的。我现在利用一点时间把这个十种自在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佛果地的十种自在。第一，命自在，就是寿命自在，这个可是太重要了。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不想寿命自在呀？寿命自在就是长生不老，如果长生但是要老了，那就没意思。不老寿命也在，不老寿命自在，住世随意，他在这个时间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凡夫是不是也想随自己的意住世啊？但是做不到啊，因为凡夫是被业力牵引。业力牵引大家都知道，业力和愿力那是不一样的，佛菩萨是愿力，而我们凡夫是业力牵引。如果我们能够使自己的愿力超过自己的业力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成愿再来，不是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再回来，那叫成愿再来，实际上当下就是。如果是业力牵引，那可就不自在了，你说了不算，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，也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到时候阎王爷一通知，你不敢不去报道，你也不能不去报道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发愿，要愿力做主，就得自在。我在这个世间愿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怎么样发愿？无量寿经里讲的很详细，很明白，很透彻，大家好好读无量寿经就知道了。这是第一个命自在，这个命自在是人人都想求得到的，怎么求？有方法，到无量寿经里去找答案。这是第一个自在。第二个自在，心自在，就是金刚经上说的三心不可得。心里没有妄念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执着，这才能自在。我们的心不自在，原因是什么？整天胡思乱想，牵肠挂肚的事儿太多太多。对我们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说，最多的牵挂儿孙。其实这些操心、牵挂、忧虑一点用都没有，这些帮不上你的儿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假的。再说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我们很多老年人都知道这两句话，说是会说，但是遇到事儿就不行了，还得为儿孙做马牛。你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，七十多岁了，好像好一些了，就像比我们小一些的五六十岁的这些个人，就说中不溜的不老不小的。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交流说的就是那些
小爷爷、小奶奶、小姥姥、小姥爷，就这一批人，现在可是他们最忙最累的时候。他们把自己的儿女养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没有得到休息的机会，这下一辈又来了，孙子、外孙子，那怎么办呢？看吧。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没完没了，等你这个孙子孙女长大了，又涉及到他们成家立业，你那个时候你还能继续给他们服务吗？但是现在我们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有多少老年人到现在仍然为儿孙奔忙。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福报，不说嘛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还操那么多心吗？不操心，不忧虑，不牵挂，我们的心就自在了。你继续忧虑牵挂操心，你的心永远得不到自在。这是第二个，心自在。第三个，资具自在。资具就是物质享受，物质生活够用就好，不缺乏也不要太多，多了没用处，多了反而不自在。绝不是这个自在呀，绝不是指你的资产很丰富，物质过于丰富不见得自在，反而是烦恼。你比如说衣服，我觉得这个衣服啊，你穿的得体大方舒服，有那么一两件就足够了。家里的用品，你比如说一个冰箱，最起码也能用个10年8年的吧。如果一出什么新产品、新的名牌，你又把这个淘汰了，又换个新的，很麻烦，也很浪费，这倒不自在。比如说我认识的同修当中，喜欢这东西，有的喜欢衣服，他那个服装甚至可以开服装店，有的喜欢各种各样的鞋，那个鞋可以开鞋店，有的攒这个攒那个，我觉得这都是负担。你这个东西啊，够用就好了，多了真是一个麻烦，一个负担。但是就这一点儿，有多少人能看得明白？多多益善，有多少也舍不得往外舍。所以说，你看佛门的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多自在，我非常羡慕。如果是我20-30岁，如果我能接触到佛法，可能我就出家了。我觉得我出家是最合适的，但是现在老了，不可能走这条路了。我特别羡慕佛门的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的生活，我觉得那是自在的。这是第三个自在，资具自在。第四个，业自在。业是活动，所有一切活动都用业来代表。世间人称为事业，这个一说事业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佛法的事业是教化众生，是不取任何报酬的义务教学，和名闻利养一点不沾边，多么自在。现代人事业繁忙，应酬很多，忙什么？忙名闻利养。我们看到这些个忙闻名利养的人，确实觉得真的好可怜，觉得他们太辛苦太累了。普门品里说，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现什么身，
这是业自在。你说众生需要哪个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示现哪个身。前一节课讲的就像变换，就像那个魔术师一样，随时可以变换自己的身形，说到哪去就到哪去。你说这个业有多自在，我们的这个事业有多么忙乱，多么累人，比一比，你喜欢那个自在的业，还是喜欢这个繁忙的业？这是第四个自在。第五，受生自在。那个化身呢，我们就不必说了，现在我们就说说这个应身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来受生，要生在帝王家就生在帝王家，要做太子就做太子。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没有选择，让我们生哪个地方我们就生哪个地方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属于凡夫投胎，凡夫投胎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佛菩萨到世间来应化，可以自己选择。你说这个受生自在多么好。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能力，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。比如说学佛的人家，那如果我们想选择学佛的人家，但是你受生没有这个自在，你就没有这个权利，那你就应该投到哪儿你就投到哪儿去了，享受不到这个受生的自在。第六个，解自在。解是智慧，对事出世间法都能理解，都能通达，没有障碍。我们在六祖坛经里看到，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解自在。第七，愿自在。愿自在就是三十二应里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，心想事成即是自在。前面所讲过的八相成道就是愿自在。第八，神力自在。神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神通。佛的六根样样自在，比如佛的肉眼自在、天眼自在、慧眼自在、法眼自在，无一不自在。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72变，我们好羡慕，那就是属于神力自在。但是孙悟空的那个神力自在比起佛的神力自在真是不足挂齿，微不足道。第九是法自在。法是指说法，就是教学。佛的教学方法非常善巧，能令一切众生都能理解而不会错解。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，比如现在同修们听我讲，有的听不懂，有的听了以后错会了我的意思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法不自在，不善巧，因为我是凡夫，没有佛的四无碍辩才。这是第九个法自在。第十，智自在。全十二智，根本智与厚德智都没有障碍，因此佛能观机，佛说法契机。佛看到在这次的大会中有不少众生多生多劫修集的善根福德成熟了，所以才为大家说出这个平等成佛的法门。与会的
有等觉菩萨，比如文殊、普贤、弥勒、贤护等十六正士。除了这些等觉菩萨之外，也有天人、恶鬼、畜生、六道众生等等都有。只要过去善根福德成熟，现在就缺少因缘了。佛为此宣讲这部经，因缘具足，它就成熟了。因为善根福德成熟以后，还要有因缘。佛讲这部经，就是因缘也具足了，三样都足了，当然他成熟的做佛的机缘就成熟了。就像前文所讲的，如来定慧究畅无极，定慧所起的作用归纳成前面所讲的十个大自在。这十个大自在的关键在于定。这个定是什么？定就是清净心。心清净到了极处，如来果地上的最殊胜的十种自在，你一定也能证得。这不是佛的专利，是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的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为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智慧就是究畅无极的大智，这个德就是十种自在，相就是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是方便说，真实说是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这是我们自性本有的。本有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？不是没有了，是你的定慧失掉了。什么时候你恢复了定慧，你的智慧德相就恢复了。这件事情还是要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，求别人求不到，求自己样样都能得到。佛说这些话是要我们对他升起坚定的信心。佛讲的话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妄语，没有一句夸张。上面这一段经文是佛对阿难说，你应当知道，如果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的智慧是一切大菩萨难以测量，究竟圆满，没有障碍，他能把很短的时间延长到无量亿劫，也能把很长的时间缩为一念，深积诸根，无有增减，不生不灭。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、道德能力呢？因为他的智慧究竟通畅，无有局限，所以能在一切法中得到最殊胜的大自在。这是对上一段经文的概括和总结。下面请看下一段经文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看下面几个词，谛听就是真诚仔细恭敬地听，善思念之是要你听了之后能够真正体会佛讲的这些道理、方法与境界，你要细心的去体会，才能真正的得到受用。吾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佛详详细细的分别为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
种种庄严因果都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这一段经文很短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说阿难，你要认真仔细地听，细心地去体会佛所讲的道理和方法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我一定为你们大众详细解说。佛这一说明，就说出了这一部稀有方便、最殊胜无比的念佛法门，能令一切众生一生往生不退，平等成佛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佛仅仅对阿难一个人说的吗？不是，他是对所有众生说的。佛在本经明白地开示我们，这是真实之际，会以众生真实之力。这与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它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。这部经是以平等法觉悟一切众生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觉悟，是究竟圆满彻底的觉悟，教一切众生平等成佛。这个法门实在是不可思议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只有这个法门特别殊胜，我们能够遇到，该是多么大的福分。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缘，绝对不要错过，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要知道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，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是真实的。第三品经文到这儿就讲完了，明天我们接着讲第四品经文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